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，在一家外贸公司实习。我是英语专业的学生。边啦，右边啦，现在你学士了，拿出来，过来这边，左右边，右边。刚刚参加完那个毕业典礼，然后心情还是很激动的。我今天终于毕业了，非常高兴，然后拿到我们证书，然后今天进行了授予仪式。也许我想若干年以后我能再回到这里来体会这里的一切。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，想约我的男孩子们现在可以尽情的打电话过来了，我的号码是136-366-0861。我的名字是 Lola，我来上海读书。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，面积为6340平方公里，2010年人口为2301万人，其中外省市人口为897万余人。今天我毕业了，立志要成为这众人中的一份子。没想到这一天凝固了我所有的梦想。我想去上海念研究生，然后还想跟我最好朋友 Tita 说，我希望你也能跟我一起去上海。我爱你哦 Tita。